大家好，我是阿贤杨家贤。那今天呢，非常的开心出席，就是 Oasis Home 的 Metaphor 3.0， 就是蜕变，就是线上跟线下结合了起来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哈。我特别开心能够当这个品牌的代言人，因为我自己也试用了这个产品，然后我自己试用了一阵子之后，觉得非常的满意。我团队的这个厨师也试用了这个产品，也觉得哇，这个品质非常的高，所以才答应就是接下这个代言这样子。我觉得 Oasis Home 的产品呢，它是比较能够提高我们就是在厨房里头的一些生活的体验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它的品质特别的好，特别的耐用，性价比特别的高。然后它的不粘锅我特别的喜欢，因为我用过各式各样的不粘锅，然后它的不粘锅呢是真的完全不粘，即便你打鸡蛋下去，过了一下子那个蛋白质已经熟成了之后，它就可以滑来滑去，所以你是几乎不用浪费很多的油，而且在清洗的过程特别的容易这样。那今天也很开心看到说 Oasis Home 的 apps 也推出了。我个人呢，尤其是在那个疫情期间，几乎都是透过网购这样子来买产品，然后现在呢有了这个 apps， 我刚才一看，哇，很精彩，然后很容易可以买到我所要的那个产品，所以对很多的消费者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购买的方式吧。那我自己用了这个 Oasis Home 的产品，我都特别的喜欢，所以在这里呢推荐给大家 Oasis Home 的一些家居厨房用具，特别的好用。